天解神了。止盈英伟达187，特斯拉目标达到，他买进这股，视频内会爆了。苹果周周营下周一推出，6月13日周四团队总结。大家好，我是山本富士。天解上周五预测大家会蜂拥而进英伟达，止盈在127，我们是买进提前预告，止盈提前预告持有多日，上班族跟得上吃得到肉。特斯拉果然涨到了187，最多就涨到 191.12。 特斯拉未来一年可能就是这样了，马上七月初的出货量会非常糟糕，这股就是来回做差价。我今天很伤心，第一，我认为今天那只会在 ABC 走完后大涨。第二，我吹牛吹李强太开心了，没有把停损上调，保证赚钱，我要狠狠地反省我自己。今天喊单1:1，亏损58个点，如果我提高停损保证赚钱的话，今天又是36个点，这个星期接近200点，非常难过，我一定反省，明天纠正哈。大盘明天是关键时间之窗，它是101322低点的610个纪念日，可能继续走大五浪四调整会非常难做，你要么买进后不停损等赚钱走，或者就是剥头皮，非常难做，大家要谨慎。但是大盘四浪走完后将走出大五浪，一直要涨到8月7日到8月14日，而且会涨到你怀疑人生，这种概率很大，如何得来的？我们是把高盛在彭博上的分析文章和波浪理论分析进行了对比，这种概率非常大。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周一要推出苹果的周周营，现在大家都相信老王了，因为英伟达的确如老王讲的，给大家在每周生前，即使你天天交易，他还是在生前。我们昨天创作了一首名为苹果周周营的歌曲，我给大家读下哈。You check it, 每周都在数钱，苹果生，我们赢，从6月17起按下麦键就是我们的胜利宣言。 Verse 1, 走进苹果的世界，每一步都算得清，每周一次利润入账，我们的策略精明，22000现金抵押，这不是梦境，和英伟达一起飞，收益像风一样的轻。 Pre-chorus, 我们的目标是新高，苹果和英伟达并肩，每次卖出就是银行账户增添 1.2 亿手机用户，见证这 AI 战场历史新高，我们笑到最后。 Chorus, 前进银行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，每周收租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， AI 大战场，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。 Verse 2, 市场波动，我们手上有最好的牌，看准时机卖出苹果，收益不用猜，每一笔交易都是精准的选择，在这场 AI 大战，我们是领军的勇士。 Pre-chorus, 赌注是高的，但我们更是高手，每周的计划执行的无懈可击，苹果和英伟达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，在这技术的浪潮中我们始终不落后。 Chorus, 前进银行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，每周收租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， AI 大战场，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。 Bridge,看着账户数字上涨，感觉就像是在飞翔，苹果和英伟达带我们走向更高的地方，这是场精英的游戏，我们玩得转，每次盈利都是我们的勋章。 Chorus, 前进银行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，每周收租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， AI 大战场，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。 Outro, 所以我们不停，只要按键就收钱，从这周起一路向前，赢得更多，在苹果和英伟达的带领下不断前行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科技的浪潮，我们是主宰。关于苹果周周营，请联系我们客服 ChineseFN2022 微信号。大家周四晚上愉快。这是我们的胜利宣言，走进苹果的世界，每一步都算得清，每周一次利润入账，我们的策略精明，如万二成现金抵押，这不是梦境，和英伟达一起飞，收益像风一样的轻，我们的目标是新高，苹果和英伟达并肩，每次卖出就是银行账户增添，
万字一首气用福建争着 AI 战场，历史新高我们笑到最后狂，前进银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每周收足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。大战场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，前进银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每周收足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。 AI 大战场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，波动我们手上有最好的牌，看着世界卖出苹果收益不用猜，每一笔交易都是竞争的选择，在这场 AI 大战我们是领军的勇士，赌注是高的但我们更是高手，每周的计划执行的无限科技，苹果和英伟达的真理就是我们的胜利，在这技术的浪潮中我们始终不落后，前进银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每周收足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。大战场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，看着户数字上涨，感觉就像是在飞翔，苹果和英伟达的债，我们走向更高的地方，这是场经营的游戏我们玩得转，每次盈利都是我们的勋章，前进银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每周收足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。 AI 大战场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，看着账户数字上涨，感觉就像是在想，苹果和英伟达带我们走向更高的地方，这是场经营的游戏我们玩得转，每次盈利都是我们的勋章，前进银行潮流不停，苹果的上升趋势每周收足，只要卖出立马看到盈利。 AI 大战场科技股的王者，我们用智慧赚钱，风格始终赢者，所以我们不停，只要按键就收钱，从这周期一路向前赢得更多，在苹果和英伟达的带领下不断前行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科技的浪潮我们是主宰。